梅香呢，永仁对喜结善缘，然后是蛮好听，然后啊，回家听一段啊。那连小朋友吼，伊都会用唱头前段一段片头，然后啊就多唱啊，看起来小朋友也很喜欢听哦。阿嬷哪在听啊？伊嘛在问阿嬷，那个阿嬷那个梅香阿伯呢？我们去梅香阿伯那里好不好？哎，所以呢，小孩子吼听喜结善缘，哎，囡仔那在边啊，阿嬷在听，啊，伊嘛会问呢吼，啊，在唱喜结善缘，伊嘛都边啊，嘛开始唱啊呢。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小朋友读幼稚园、幼班的吼，哎，听喜结善缘还真的吼，哎，来的时候他们也很会去拜拜，好啊，看到了我哈，也招来哈，搞要给我抱。你是梅香阿姨还是梅香阿伯？我说你叫梅香阿妈就好。所以现在吼，我这孩子吼，安尼看起来愈看愈古锥啊吼。啊，咱拿来拜拜吼，小朋友给他走走庙了吼。啊，上无毛菩萨保庇，上无毛母娘保庇，上无毛圣庙个所在头壳嘞，囡仔给我好有气嘞吼。来，今天济公活佛了吼。来，我们来听一首，这是吼，咱，这个伫九六班吼，九六班有一个欧医生，欧医生，伊打电话甲我讲吼，啊，你拢放迄个国语的迄吼，啊，你要知我八十外，听无啥有呢，吼，啊，但是你来唱吼，迄块济公活佛，我都听了感觉真趣味啊呢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让你听懂，伊讲啊，尽量卖讲国语啦。讲台语啦，无阮只老人听较无爱讲台语啦 ，OK 啦。您这么听一个济公活佛啦吼，甲静怡问好吼，因为先甲请安尼啦，台北庄师姐好，哦何师姐好，我住台中啦吼，啊咱金山无极吼，啊无极公呢吼，啊嘛是吼，定定吼有在甲咱节目啦吼分享啦，哦节目分享金山。哦，那个金山呐，哈，徒弟，哦，也是的，哈，高手云集呀，大家都非常的合作的，哈。那么感谢咱宝莲师姐啦，哈，还是讲啊，咱的萧师姐啦，哈，每天早上一大早就叮叮啊，晚上就叮叮，哈，问好了，
晚安啊，早安啊，大家都很有心啦、啊、吼。阿兰讲，人来到世间就是一个大家庭啦、啊、吼。现在讲来到世间一个大家庭，那看到什么，咱都想要甲分享啦、啊、吼。我今晚来讲吼，哎呦，啊，今晚一个老大人嘛，免都走去煮饭安尼吼。哦，迄机器人咧炒菜吼，安尼炒掉安尼吼，你甲看，无比咱老人较输呢。哦，啊，炒啊，搁糖你拢甲淋好，咸汫甲淋好，鼎过来会当用机器甲摕起来洗。啊，你要搁煮啥物款的料理，只要你油倒落，糖伊都甲你掺好好。哦，啊，这餐厅哦，现在的餐厅是用机器人在炒菜。哦，机器人你就是你去甲机器人吼，甲咱甲人啦，甲人定讲你要食啥，要食啥，要食啥。结果餐厅内底是用机器人在炒而不是人哦。啊，配菜的人是人，炒菜的是机器人，然后端菜的是谁？端菜的也是机器人。哈，是真的吗？真的啊，这个不是假的。好、哦，咱即要去餐厅，你也看，你的餐厅号码，你一定都啊是20号。好、哦，啊你个点什么菜是用20号去个点的？但系机器人都把你的菜拢捧来，家你的面头前啊，用机器人的慢慢走，慢慢走，走到你的前面，你看到20桌了，那你要自己去把你的菜拿到桌上，好、哦，然后机器人就要走了，下一次你点的菜又来了，他又是在好、哦、在这个桌招在服务，两面都挖了一遍，我连挖了一遍，看机器人嘛，该高追呢，好、哦。啊，咱即卖人吼，唔免讲，就煮个遐辛苦啊呢，不必煮饭菜了，有机器人全包了，吼、哦，好命，我是感觉真好命吼、哦。看了后讲未来即个发展啦，那就要手不沾三宝啊，即卖都免去做爱妃，嘛免去做贵妃，噶只贵妃就是讲爱皇帝边啊，都爱派足济内侍啦，派足济查某囝回用啦。那即马蛮免啊，咱即马大家拢比皇帝较大，对无？因为较早的皇帝，还佫用茶的物件，无机器的物件，吼、哦，对无？你像讲较早皇宫内阁，伊佫再食佫较好啦，伊用的便盆啊，嘛着还佫找间炉仔去甲伊烹出来啊。咱即马唔免啊，咱即马都卫生设备，吼、哦。即卖的人的卫生设备好，甲比较早的皇帝皇宫内阁还佫较好，还佫较清气。啊，那就是人类末法的时候享受到的最好的权利呀、啊。较早嘉庆君坐茶船呢，咱即卖是坐啥豪华这种大只的游轮呢。吼、哦，啊，皇帝迄阵啊，的年代都唔知几百年前都无迄种。豪华的游轮，啊嘛无迄个无人机通飞啊，所以因坐是坐叉船，比百姓的较大只安尼尔，嘛是同款。但是伊是做皇帝呢，一国之君呢，甲咱这种万民百姓比起来，咱真是比好命足济呢。当弄电话制品因无呢，因要出门结结骑马，还无结结坐马车呢。咱即马咧出门是塞迄个千几万的呢。啊，无就塞阿溜的，啊，无就塞啥，塞苦啊的呢，对不？啊，佫较好的车佫有，啊，较早做皇帝，即马不如即马万民百姓，只要你赚有钱呢，赚有食，伊要在空中吼、哦，要对一国，要对一国拢足方便的呢。所以我们现在的人，你不会惜福，你不惜福的话，你活不久呢。为什么？咱享受是爱拄啊好就好，像咱较早的人。中国大陆要来去都要坐船，要坐足久啦。有时个人吼、哦、较歹运的，佫会沉喺海底，因为迄个叉船泊无岸啊，内底漏水啊，有可能要过来台湾吼、哦，要过来台湾为大陆沿海迄边要过来台湾吼、哦，要拍拼吼、哦。但是有个人死伫海底足济啊，吼、哦，包括战争嘛是啊吼、哦。咱即卖你也看。有机器人炒饭，哦，差不多15分钟就好啊呢，一盘只要15分钟，
十五分钟就速食速食，啊，人就做尾后直直芳脆。原来不是人在炒菜，而是机器人在炒菜。人配甲配菜配好好，咸酱拢甲配好好。啊，伊要炒要炒咸啊，要炒咸，啥物拢甲配好好，倒落去啊，人机器人就该炒好好，规盘甲你吐好好。哎呦喂，我都想一想说，我们现在的人类怎么有这么好的好条件？生长在现在的科技时代，好咱呢热够冷气要吹，好咱呢感觉身心，哈，啊，是去百货公司，还是去喝咖啡，还是去吃好吃的？咱这卖人这卖是拢在拼啥？拢在拼穿啦，穿好，食要食好，啉要啉好，咖啡嘛要啉好，茶嘛要啉上好的。我们现在是这样子，以前几百年前的人类啦。即马会阁走倒转诶，现代时代，就是以前艰苦过，想过了艰苦，伊即马换阁倒转啊，出世即马诶，即个科技时代啦，伊嘛是同款，你有付出，但是你阁来，你嘛同款有享受到啦，伊一样有享受到啊。所以即种吼，不管你以前有偌艰苦，即马你拢唔免去甲想。也是讲，咱即卖老大人，你即卖有偌艰苦，过孙过到偌艰苦，也是讲独居老人独居的有多辛苦，你也都不要这样想。安怎想都比较早五六百年进前明朝啦、吼东朝啦，有咧战争迄个时阵啦，总是比个搁较好。无嘛，也过一个秦始皇咧做这个长城的时阵。都死偌济人啊！万疆里就靠刀，万里长城。为什么有这种故事？咱的国家要兴盛，都要为人类的牺牲啦。无咱即马来讲，细碎就好啊。吼、哦，咱去北部啦，你要看讲，哦，啊，这山这么深，啊，那我都挖这长啊，挖几啊公里呢？未伤到人吗？会啊，为着要。吼、哦，咱这个路较畅通，起码到这个隧道，弄过山，弄过山安尼弄过，咱起码要花莲，唔是足困难的代志。为北部过，也是要为咱的这个吼啊，雷山这边直接接为遐过，拢会使。啊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是很幸福的时代呀，吼、哦。但是很幸福的时代，我嘛无希望讲咱的囡仔，因为想过了幸福。咱的士大人想过了疼惜，把迄个囡仔本来是栋梁啊，吼，甲母甲怎啊变安尼吼，聋不聋，受不受安尼？你要叫讲伊有啊有啊，有读册啊，读大学啊，啊，不过都考到拢袂入去啊，啊，做啥拢做袂掉啊，就是因为好命，咱老爸老母撇骨掉的，囡仔自然就会较骄傲，吼，啊，伊就唔爱去做较辛苦的工课，大家拢要来入来。穿白领阶级的，拢要入来。咱讲不管是你做啥物款行业啦，那讲着艰苦爱劳干，无他伫个内底吼吹冷气的，拢全囡仔拢唔啦。啊，现在的孩子变成讲软，无像以前的老大人遐尼啊坚强啦。娶一个某生七个囝，生十几个囝，人嘛我都甲你饲个大汉。啊！那即马生一个就哀哀叫啊！那无大家到厝讲也无在厝，吼、哦、啊！钱有咧赚，伊嘛会感觉无够用。为啥物？人以前是安怎家囡仔饲出来？那么热天就规气拢规气甲你烫啊！烫啥？啊无油煮啊通穿啦！吼、哦、啊！那大米就甲你烫掉，互你底下咸，爱互鸡啊肉。以前是安尼生活，大汉的，对无？啊，16、17岁就娶某，16、17岁就娶某，啊，就开始生就生十外个，毛生16个，毛生12个。我的亲戚内底毛生一打的，都16个啦，10个查甫的，6个查某的，吼、哦，迄你感觉足大的家庭啊？这囡仔你要甲，互伊阿伯有娶有嫁，你甲看这阿公阿妈。甲这老爸老母爱偌辛苦，啊！咱即马唔是呢，咱即马甲出饲一个、饲两个，啊！你着转问题啊，艰苦济寡，为什么安尼？因为咱的社会变迁啊啦，
我们现在的年轻人要负责任的责任都会丢给自己的爸爸妈妈。好，啊，咱的爸爸妈妈因为真够欠钱，自细汉就开始欠，摸枕头啊皮欠，欠到尾啊，就换来给咱的囝。啊，咱的囝也袂晓欠，就赶快要安尼甲你消费。咱做事大人都爱留一点啊，阿伯食老好，通啊做老本啦吼。这是今嘛这个时代讲，科技愈进步，咱人的人心愈啥愈冷。愈无感情，愈无热情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看到爸爸不啥会叫了，看到妈妈也不大会理。为什么？因为因有因家己心目中要交往的人，交往是交往啥？交往网络啊！哦，网络足侪网友咧找我，啊，连咪迄个样，连咪迄个样，伊哪有时间咯？甲老爸老母讲话，嘛无时间咯？甲老爸老母沟通，才即马都变成这个社会，已经到这种程度。机器人既然可以在餐厅帮你炒菜，也可以帮你端菜，帮你送菜，那我们就会减少很多的就业机会啊，减少很多的就业机会，那我们的人类只有吃喝玩乐的份而已。啊，你说啊，如果比较坏命的孩子，比较坏命的孩子去学起厝啊，对吧？去学贴砖啊，去学做土水啊，去学开车，啊，无就去学送货啊，啊，无就较艰苦的，啊，无就去学功夫啊，对吧？这拢是咱一年365行，咱家己会当拣啊。啊，但是囡仔人袂使惊艰苦。你若囡仔人惊艰苦，手机也要烂掉掉。这个世纪就等于毁灭的世纪啦。没像那种足搞话啦，吼，逐工拢要去讲这個。因为我办代志拢去办着这啦，就是迄个囡仔我无在了教，迄个囡仔即马安怎，啊，迄个囡仔即马都已经安怎，即个代志吼太多了，会乎我感觉惊吓。为什么咱家生一个囝，生两个囝，咱的囝则无长进？为什么咱的囝乖是乖到过头，乖到过头是乖伫底，乖伫个房间吹冷气、拍手机啊，迄叫做乖到过头。啊，有的人是歹到过头，就有人会呢，走出去到外口，狗仔是一挂王兄溜弟，唔是做真正正当的头壳，用正当的头壳去做正当的工课。啊，这嘛是爸母爱烦恼的代志。啊，因为咱一开始，咱的准备都唔是安尼，较早人十外个人都有在了饲啊，老爸老母无论安怎拖安怎磨，人都有在饲嘛，有在甲娶某，嘛有在甲嫁翁啊。是安怎咱饲一两个囡仔，咱会对咱的囡仔性格，互咱的囡仔目无尊长。安尼是咱即卖社会教变呐，教化，吼、哦，失败了。这个社会已经只有灭，拢干那咧，拢干那咧创啥？干那咧消酸剂，啥物人消掉安尼尔？名利款式白足掉的。过来就地方上的一寡吼，咱讲各地政府政治的所在，你挺我，我挺你的所在。连讲连咱的囡仔要想要去考高考啦，我甲伊讲啊，十成机会等三成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爱行人的人情嘛。我要选县长，你有来甲我插啊？连讲恁新妇啊，恁囝伫要考试，你会来找无？会啊，尽量互伊调嘛，对无？啊，要调唔调是爱看啥？所以我讲吼，政府的作弊啊，哈，也很多啦，吼，唔啦，干那票的作弊尔啦，包括人去考高考，包括人咧考试，我那会作弊啊，留一挂人情好互人啦。啊，你像咱这万民百姓的囡仔，假讲你足够读册，是安那考试考袂掉，唔是你含慢啦，因为咱无背景啦，我们没有语言好去拜托。咱无官长好拜托，咱无立委好拜托啦。咱今日爱读册比别人较辛苦，啊，要考嘛要考比别人较辛苦啦。但是呐，考调的时阵吼，咱会比别人搁较认真啦。为什么？这种装卡囡仔，也是讲已经无啥物背景啦，无只政府背景啦，无只官员的背景，无只所有只背景啦。只咱爱认本分去考。考调的时阵，爱认真做，上无嘛爱甲做甲处长甲科长。为虾米？
因为人介绍入面，嘿，内底腹肚底无啥物物件啦，嘿，拢是靠啥？靠一寡吼、哦、政府给因的资源啦，啊，就是啥人情义理爱行人啦，啊，无人无爱甲伊光叫啦，连讲阁选人都无爱插你，是因为这种人情上的，啊，人情上的你都爱捡偌济，到底这个囡仔有？真正有到迄个程度啊无？啊，若无拢是看老爸，啊，若无就看啥物人去拜托。那安尼，即个政府加工，你以后用的这些公务人员有多一个偌正样啦？真正要出头，是爱善良人，诶，囡仔爱出头。善良人囡仔爱互出头，要考试嘛，就爱一半一半以上啦，爱互人机会啦。啊，若无即个政府吼，连工啦。也是作弊的政府啦，只有名利权势而已啦。
来，今麦来听一段六道轮回。没像你讲的较坦白啦吼，有个人会甲我问啦，问讲这囡仔都足够读册，啊，都足够读足认真呢。啊，那定定考试拢差个一丝丝啦，拢被刷下来，拢差一丝丝啦被刷下来。我就来叫边啊讲，我讲吼，还无没有背景啦。伊讲啊，背景要安怎？啊，都看恁遐都一个。多一个所在需要恁的票啊，需要恁爱去甲经啊，就是爱去找议员啊，好啦，找立委也好，吼，还是找吼，咱只要你若袂晓找啦，你这囡仔佫考嘛是安尼。伊讲啊是安怎他会安尼？嗯啊，你也煞想无，啊煞唔知影讲所有的吼，伫遐伫榜上要互选举的，一定要人民家第一啊嘛。啊，有人甲光叫嘛，有人甲光叫，伊就是会甲你，伊就是会互你机会嘛。你若有亲戚朋友的囡仔要考试要创啥，吼、哦，安尼你嘛伊就甲先甲伊讲，先甲伊讲，有时会放水啊。吼、哦，咱的囝足认真读册，结果呢大概考拢差一丝啦。原因就是背景关说，这两样你都没有去，你都没有啦。伊讲无啦，咱这都。咱这都迄种故意人，他也要去讲关说，他也要去讲叫人甲咱斗三工。啊，咱嘛唔捌恁这故意人，咱嘛唔捌对啊。啊，即马即个世间都唔是故意人的社会，即马世间嘛唔迄个讲故意人安尼。即马世间唔是故意人的社会，是人情宽恕的社会啦。吼、哦，啊，你若唔去拜托人，要哪考？真正考袂掉啦。吼、哦，因为。人比例占伤济啦，会互咱考的无几个啦。准伊要选一百，伊要选一百个啦。即摆要考的要选一百个啦。当三十个名额互你啦，互你伫外口的才会考啦。啊，你若真正讲你读册足牛的，伊唔敢甲你刷下来啊。真啊，伊甲你刷下来，咱会反抗的。咱都明明真正都有一百分。咱都真正读册嘛，足牛的。伫这个学校内底，吼、哦，爱看讲啥物教授啦。有时啊咧考试嘛是，有时啊是吼，即间学校的教授去甲你考的。吼、哦、啊，有时啊是用北京的学校的教授考的。吼、哦，迄种互相啦。啊，每一个人拢嘛是咧要学家己的，要学家己的，家己有人。有人有拜托啊，姐，你无甲完成，连讲你阁得失人啦。所以即马高考啊是啥物考，无背景拢足歹考。唔是吼，唔是文昌帝君袂兴哈，嘛唔是恁囝含咪读册啊嘿。好、哦，这个要搞清楚啦。现在了，即马这个风格就是安尼，即马这个国家社会就是安尼，哎，就是这样的。我即马要来讲什么叫做？有缘甲无缘呐，吼！世间人拜神吼，咱常咧讲敬香要安怎敬，吼！伊就问我讲，梅香师姐啊，咱举香到底是要举倒手，还是要举正手？要插落，迄个是要举正手，还是要举倒手？看你这个正手咧创啥？你这个正手啊，举菜刀咧剁菜刀咧举鱼咧抓鱼啊咧抬鱼啊，拢用正手，吼！啊，过来就去便所，你嘛是同款，拢爱用正手，你就莫用正手举香啦，用倒手插香。你用正手举香，但倒手插香，是安怎讲？你倒手的，你就无咧抬鱼啊，抬精神，吼、哦、啊，你就无咧讲吼，啊，要去便所的时阵，你拢用倒手。你若专用伫个正手，你就正手莫举香，正手护香，但是要插香爱用倒手。安尼对神就有礼貌啦，吼、哦！所以有时啊讲吼，咱普遍无了解啦，吼、哦！七月当中，先啊，咱即马地藏王菩萨，吼、哦，咱六六伊个要七月，但是咱六月初六开天窗嘛，吼、哦！开天窗，咱当年拢有办啥？拢有办即、這个请刘海贤祖师伫咱个五路招财金蟾寺公遐都办一颗啥？办一颗保运的、保库的啦。哦，保温保库，人讲玉帝大厦开天窗，会当予咱保库，保你个本命库，迄唔免跋杯啦。吼、哦，都、就是六月七日到六月七十，即看要用六月七日，
吼，啊，要用六月七十，迄圣庙也讲啦吼，啊，参加的就是积分内底有扣箱，吼，啊，咱的需要足济吼，咱的元宝啦吼，元宝，吼，啊，那也要凹元宝的，吼，一旦拿凹拿凹啊，吼，拿凹，咱六月七六，吼是玉帝开天窗，予咱保开天窗就是开。玉帝开的就是因上天的这个金银财宝的金库，啊，所以或者善良人有机会，唔免阁去求，伫咱这个吼、哦、六月七六这天，都会当补库，补你家的命本命的库。好、哦，咱若较善者，就较济过去世较无福报，啊，得趁钱，吼、哦，定遐关遐关，趁一出来啊，就了，趁一出来就了的，这种的这個，吼、哦，你要求玉帝。好、哦，咱要开天窗，玉帝既然要开天窗，要让恁补库啊，伊都唔是爱你去求，爱去爱你，爱你的条件是啥？爱你的良心，爱你的良知，你咧做嘅头路是袂使去违背啦吼。讲、哦、啊，我即马来补库补补啦，啊，我来做嘅工课是唔对嘅。咱是爱上无，嘛是爱善良，吼、哦，爱有咱嘅玉帝。甲你考考考，讲这个人咧做嘅生意是有良心嘅生意，伊咧赚嘅钱是有道德嘅钱啊！你要甲开天窗，要互恁补课，绝对会互恁补返去。你会感觉，哎、欸，旧年有补，今年差足济。那今年要补，起码嘛是爱报名吼。啊，一份嘅课收就是3600啦吼。啊，咱有一天嘅考级，有一天嘅考级啦吼。咱开，咱讲玉帝开天窗大开下，会当或者众生交报灾苦，吼、哦、交报灾苦，吼、哦、就是六月六号甲十号，吼、哦、啊，咱来看决定要倒一天啦，吼、哦、先甲咱报告者。啊，为什么咱即马讲吼，人伫这个六月了过来，就是又过惊七月啊嘛，吼、哦。普者普者普遍无量啦，死者死者，在七月之中，咱讲游魂的到处去行，哦，七月份啦吼，但是咱七月份，哦，咱就做这个秋季嘛，春秋两节的秋季，吼、哦，即马都足侪人去报名，因为讲春季报无着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今报无着，啊，即马都开始咧报名吼、哦，七月之中啦吼，游魂到处走动，故阳世的。人间的人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咱爱在路边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好，这个幽魂走路未有迷途，这就是讲扬人善心可感呐、啊，吼、哦，积无量功德。先要讲你知哦，阮讲的头前面也会，阮现在无采花，好、哦，无采花，花一路昨天变成讲的姜的头前的会，阮都绝对无采花。因为无形法界，你爱给一个光，也爱给一个温暖，一个光，一个温暖。所以头前面遐，你有看足光的，吼、哦，在咱慈莲毕生讲的头前，吼、哦，这都有一排专门拢是咧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这个无形法界照光的，啊，吼，无形法界照光，做光，他们也会取暖呐，吼、哦，这嘛是一种功德。所以讲，在咱这个七月份，每一家啦，拢是按照这个普施普度。或者幽魂呢，皆大欢喜，因为幽魂去用禁地地府行动未方便呐，吼、哦，啊也饥饿难堪呐、啊，啊那拄到这个中原大厦，中原地官就是下罪嘛，啊中原地官下罪时阵，地座就开啊，地座那开伊轻重罪拢不管，平民也是讲这亡魂拢是受到开下，轮流出来领受，即个众生给因的苦人啦，给因食的物件啦，给因超度的啦，包括药，包括西药啦、药参啦，吼、哦，这是一定的规律，吼、哦。地藏王菩萨为什么也参与这个活动？所以咱讲有时阵啦，咱爱找机会去报答，要报答啥？报答以前啦，吼、哦，捌甲咱斗三工过。但这个人已经无得了呀，吼、哦，往生去无得嘞，吼、哦，可能讲伊到较早时吼，好朋友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就是讲，甲咱无讲介绍噻，不过咱是伊有施贫重富，吼、哦，施贫呐，吼、哦，伊无重富啦，伊是施贫呐，在生的时阵，咱捌去接受着伊的啥，
接受到伊所做的这个好助悲啦，好提一寡物件给咱吃啦，是创啥？他这个呢，吼，咱来讲会记哩呢。你若拄着七岁时的时阵，你嘛爱讲会记哩。咱去受到人一点啊恩典，吼，咱定咧讲的爱会晓报恩，啊，等到伊会来甲伊斗三工，吼。他本来在生伊就足慈悲的人，所以伊就会去慈悲施舍，下米啦、下菜啦、下饭啦，还是讲下一寡所费啦，互恁呢有通甲这囡仔饲育大汉，在生你就安尼做啦。但是这个人总是会老嘛，肉体下薄了后，你唔通袂记得讲啊，以前咱就足受迄个人的关照，啊，这个人都死啊，你怎啊甲放我袂记哩？这样是唔对的哦。有时候做咱的这个功德发挥，咱爱去甲参加啥？参加唔是你的亲人，你讲我的亲人，我要参加，我若有能力，我来参加。唔过这个人帮助我足久，好、哦、帮助我过关。这条伊都肉体下薄，你爱以朋友的感情去甲伊做功德呢？安尼伊是好上加好呢？咱就甲伊讲吼，你人施恩之报啦。你知影讲人别人对你有恩情，你这个人已经往生下报啊！你爱会晓做一个功德，给人回向，给人唔止伊找甲你领受功德了，伊同款伊嘛也过甲你斗三工。咱的这个无形法界吼，肉体无下报进前，咱拢未通啦。但是咱肉体下报了后，咱所有的空间咱拢看会到。恩怨也看得到，因果也看得到，所以讲鬼有六通，六通善良的鬼也有六通，本身肉体下报了，死那个伊绝对伊的六通就看有。第一项，伊灵已经是吼，在咱这个空中宇宙内底算透明的，算透明的，他看能看很远，这个人对他好。有帮助过他，啊！现在又回馈，哈、哦，做一份功德的给伊，伊赶快呢，他也会接受你的功德力，反而也会帮助你。所以们讲，得人一分呐、啊，加人一分，行人一棍呐、啊，哈、哦，加人有加有，互人爱心帮助过，我们也是要诚心要祝福。吼、哦，啊，人无得嘞，咱嘛爱养，也要讲祝福，啊嘛爱也要讲感恩呢。好、哦，这是地藏王菩萨他在怎么讲？他讲说你《地藏经》一直念《地藏经》，你懂说你过去你有受到某某人的恩惠，你有受到某某爸爸妈妈他们的辛苦，还有跟你不认识的人的某某人的恩惠，你都是要报恩。啊，那你这世人啦，也要报恩，来生你就做一个贵人啦。好、哦，那是《地藏王本愿经》好、哦、啊，《地藏王菩萨》说的，因为有魂被禁地府，行动不自由，所以咱今麦较饥饿。但是咱讲这个中原大厦的时阵，地主正开的时阵，吼、哦，轻罪甲贫民区的、蒙混区的，吼、哦，因家拢会受辖，吼、哦，会当互因出来外口啦。好，去享受这些众生的会加开破啦，吼，福音的香烟，吼，啊，咱用世人爱用一挂青花啦、水果啦、菜饭啦来加供养，吼，安尼因就感激不尽啊啦。所以地藏王菩萨是这样讲：我们要当机立断，学习报恩呐。好，唔是讲我干呐吼，肉体下薄了后。那就咧，那像迄种吼，人有诶讲诶，啊，即马是安那，即马贵都贵诶，得啊烧唱吗？未安尼呢？即马贵有受着足济教化，佛教嘛有教化，啊，肉体下薄人在生人拢有修啊，吼、哦，在生人嘛知影规矩啊，啊，地藏经来念，地藏王菩萨来教化，伊嘛知影讲人爱互相互施。你施舍我，我施舍你，你给我，我感恩你，爱用这种的方式，安尼第一人因果未阁纠缠，第二人互相拢有福报。再人一斤，两人十两两，会晓报恩的人，好、哦、会报恩的人呐、啊，好、哦，
现在一个说要找机会，现在是末法时期，一定要找寻机会去报答当初你在困难的时候人家就施恩于你的作种，你必须要诚心诚意的敬拜，然后众生会感动，会知道你的人会低温报本，这样他才能够让你在你现在的人生当中会更好，他会扶持你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说什么，心意叫做主人，一旦我们每天不但每天都一直在奔忙，见物就会染心的话，因为意识你还是意识神还在作怪，左右心神，心业浮生，心业若浮起来了，你左右的心神呢，伊就无法度好，甲好甲歹分辨出来。所以咱就讲，咱家己色心压袂落，每天啦跟人家打架啦，啊是讲烧眉啦，叽喳不停啦，或是言语失政啦，可比讲言语讲的话拢唔是好的话啦，就是咧讲人无正口，三业为什么无正？你三业无正，就是见讲啊，唔是交就是错，要那无就是咧偷窃别人做唔对，要无你讲偷人情。地藏王菩萨说：“你再念多少经呢？一句话讲错了，那些经文全部荡回去了，等于当一张白纸。”所以要起心动念，要足重要的。咱今仔日呢，要会当感召心灵降临，你本身嘛要静三念呢。咱要予咱的心性，甲咱心灵显耀，你要三业不生，不管是常常贪嗔痴慢疑，嘛袂常常生可欲乱吵吵，安尼心性要甲你保庇，保庇无落来了，唔知心要安怎甲你保庇？心是要甲你讲，诸生有缘入圣门啦，爱革命洗心，要革面洗心呐，要改过做新的人。五耳有前因，师徒会默契啊，你若有五耳有前因的话，师徒也特别有默契，也跟你讲啊，你这条就是因为安怎，较过去去你敢讲到一句话，咱像前话我捌讲过，介笑亏啦吼。一个师傅就带个小沙弥去街啊啦，去街啊讲要去化缘啦。啊，即嘛行位啊过啦，拄好一担牛肉路啦，人伫遐咧滚牛肉啦。啊，迄个师傅吼，雄雄挡伫个牛肉路面头前讲，哇！好香的牛肉，好香的牛肉，安尼啦，吼，啊，佫吸一个气，讲好香的牛肉。因迄个小沙弥一个嘴翘咚咚，一个嘴先来翘咚咚，我跟错人了，安尼啦吼。即嘛，当伊佮死的时阵吼，迄个小沙弥吼，剩十外岁啊嘛，我对着这师傅身躯边啊，走去创啥？走去佮伊啊。伊遐衫裤吼，拢款款的，啊背包歹咧，走来师傅的房间啊。但是我师傅我下山了，你为什么要下山？因为我跟着你这种师傅，我觉得你六根不清净，我跟着你也没有前途，所以我要下山了。你讲啊，我哪里六根不清净啊？你讲有啊。就像昨天你带着我去外面呢、啊，人家那边是在煮牛肉的，啊，出家人不是不出牛肉，啊，出家人是出素的，你为什么一直说这一家的、牛肉面还是牛肉香很香？伊讲哦，啊，我甲俄肉讲这间人敢那真好煮，迄牛肉汤真香，但是我虽讲说，我就虽袂记哩啊。我虽讲说，我当下迄个心念就虽无去啊。为什么你有法度把迄担牛肉的香，你搁甲提转来？我的佛事甲误会甲规世界，你昨暝一定是毋是拢在想这個？伊讲嘿啊，我规暝拢无困啊。我感觉讲事，我对唔着人呢。为什么你叫阮讲爱食菜爱清蒸？为什么你看到人的牛肉，你会一直咧讲人个牛肉滚了真香，伊讲共学落者敢袂使，但是我的心都无想要食，只是讲
我胃啊过，我的味有偏掉，啊，无你无偏掉吗？因师傅讲，你有没有闻到那个牛肉香？有啊，我有闻到，因为我要呼吸啊，所以我有闻到啊。啊，师傅就甲讲，啊，你要呼吸，我就不要呼吸吗？我走过他们那边，刚好要呼吸啊。啊，呼吸呼进去，我觉得牛肉很香啊，但是我又就放下了啊。啊，你为什么？你也是呼吸，你也闻到了牛肉很香，为什么你把它带到寺庙里面来，这边污染寺庙？我早就在那个地方当下我就忘掉了，你为什么到现在还在说师父？你不跟我学了，你要下山了？我是一个，意思因师父安尼甲讲咧，安都袂得啦。这小沙弥是很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小沙弥的想法，就是讲师你的俄罗人学迄个牛肉汤，就是表示你戒体无清净啦。吼、哦，你闻到好食，你嘛还过有幻想，还过想要食，只是你出家人你无食安尼尔。因土地也是安尼想，但是呢，咱讲咱人是毋是惊到倒位人咧煮啥物，你拢会闻到香。会闻到香，会啊，因为咱要喘气啊，咱只要几秒钟后就爱喘气，几秒钟后就爱喘气。人煮酸甜咸的，逐项你拢闻会到，无人会讲五味齐全。这个鼻啊，就是要你，互你闻五味齐全的。啊，这个鼻啊，就是天赐予我的，我啥也袂使闻，我闻香，啊，甲娱乐一下安尼，我随放下，啊，我嘛袂有啥物款的想法。啊，为什么你会安尼？哎，这就是咧教化这个小菩萨讲，他很执着，只要师父讲一句话，讲一句话，伊感觉不符合佛法，你应该不可以在徒弟的面前说那个牛肉很香，这样你就错。好，啊，今嘛是完徒弟要跟师父讲啊，这样你就错。你在徒弟的面前说牛肉很好吃，那这样就是错。哎，因徒弟甲讲，是你错，不是我错，是因为你放不下。你嘛边边赶快吸去开去口气，你嘛是有闻到牛肉味啊。那阮都袂记你了呀，哎，你现在等下还搁咧流，安是上对啊？唔对，到尾还小三年，吼、哦，哎、欸，头壳摇摇咧，衫裤干咧，搁入去，师父对不起，我以后忏悔。这就是啥？这就是讲，带徒弟啊出去迄个所在，专工要甲闹迄句话，看迄个徒弟啊，当然会啥物反应啊？当弟啊反应有够大，把我看看要落山，无愿学啊，无愿对这个师傅行，不愿意跟随这个师傅，说这个师傅六根不净，所以讲哦，六时啊吼，师傅呢会用一些。哦、让你生气的言语啊，哦、啊会跟你讲道理，像我那都听有啊，有听有讲啊，当下放下吼、哦，啊我当下无放下，昨暝拢练规暝拢无困，伊讲啊你的房间规暝拢牛肉味，啊伊怎啊点的？所以讲吼、哦，人呐、啊，仙与佛差很多啦，现在讲仙甲佛差足济。仙佛神也差足济，世间人咧拜神哦，拢定讲我用香来敬啊。但是又搁讲香会使避一些晦气，吼、哦、得清净。但是一般人插香也要知道规矩啦，吼、哦。所以有时啊吼、哦，咱若是手无洗啦，也是嘴无洗啦，你就去点香啦，吼、哦。你的口气都无清净，啊，你的手。拿那支香，你就专门在跟人督肉的，还是专门在吃脚床的，说得简单就是这样。这样你用你那支用手在督肉的，在煮东西的，啊去浴巾啊洗身躯，都用正手，你不能用正手去插香啦，就是没有礼貌啦。所以要用倒手啦，插香要用倒手。还香不必多啦，咱各家三条香啦，咱说一支疫苗，所谓清心一支香，焚香虔诚拜倒，然后以左手插在正炉当中，香需要插直啊，
表示自心正直。香呢，三支插成一个字，中间先插，然后再插右边，然后再插左边，成为 一系列，叫做三，我们叫做三心归一啦，啊，也叫做道经书啦，一心一意啦，所以人咧插香，有诶拢插甲足规矩诶，一咧一旁拢插二一寸安尼，啊，滴滴滴，吼，这就叫做三心归一，一心一意。好，咱家我都去感激上天啦，有这个无限的妙力。哦，世间人会当尊行，会当达到分享敬神的，诶，这个啥精神甲福，甲这个福果类啦，吼、哦，是安尼才对啦。吼、哦，所以讲，咱咧拜祖先啦，吼、哦，有的人讲是拜两张，还是要拜一张？吼、哦，啊，阮兜吼拢拜两张，为虾米？因为咱定讲用三掌不要紧啦，就是拜天地人嘛，拜天地人师，吼、哦、啊三掌爱甲插好坐，叫做三心归一，三心归一啦吼、哦。啊插公嘛，我就插一掌公一掌嘛，啊、哦、所以我就甲插两掌，吼、哦，迄就是香嘛吼、哦，所以我拍插一掌敬公一掌敬嘛吼。恁身份吼，定定咧甲咱教导。有争论的焦点要提出来讲啦吼，是安尼讲爱提出来讲，因为吼咱伫遐咧争论讲吼，爱佛较兴，还是道教的道祖较兴，啊是讲吼啊，什么款的神较兴？其实唔是安尼呢，神的兴是咧看你的心态的做代志啦，吼，咱所有的教拢唔免去争，唔免去争论讲倒一间的神上兴啦。五佛拢是慈悲啦，伊要教化拢是同款啦，要让众生唔免去沉沦啦，啊唔免轮回啦。吼、哦，先派伊是咧教咱讲，爱超出六合，吼、哦，即个众生爱甲教教，互伊超出六合，唔通搁再讲世世轮回啦。但是国教呐一直咧争夺讲，啊我做嘅严考才是对，吼、哦，啊你做嘅超度唔对，安尼嘛唔对呢，因为吼、哦。有信基督教的，伊去学基督教多嘛？有信佛教的，就去学佛教多。啊，那是信妈祖婆的、信王爷公的、吼、哦、信道祖的、信玉皇大天尊的，吼、哦、啊，是讲咱拜的是拜咱的王母娘娘、地庙至尊，求咱道母的三老母，啊，是讲三奈夫人的，这拢是属道教。先以佛，你跟我都是相同啦，同是人类啊。啊，既然同款是人类，吼、哦，不要彼此讲啊，我拜的是什么神，恁拜的是什么神？为什么爱用这种人我分别？人我分别都唔免啦。我行到佛祖遐，我咪赶快叫拜；行到多位，我拢叫拜。因为因是神，因是神，因是佛，咱是人，我们都要尊敬先人。吼、哦，伊咧甲恁讲，先人人有法度练个气定、气静。定爱你个下，人有法度学个仙风道骨，去你伫个天顶啊！你敢有？啊，咱凭啥免讲尊敬？人干那这项仙风道骨，干那这项讲，我都清净脱俗，有法度逍遥仙，我都逍遥仙境。吼、哦，这人就是安怎学的？一个角者，一个因素。当是人间清净的人，吼、哦，伊个道理是同款的。伊敢有去分别讲基督教都未出脱，啊，一贯道都未使信，啊，一贯道嘛，一贯道的道理啦，佛教嘛，佛教的道理，道教嘛，道教的真理。吼、哦，咱即卖在讲天界，界中以及神界内底神，吼、哦，伫个所有的人间内底。低频的空间，因拢是咧救啥？拢是咧救这所有伫心界的当中，搁较内的这个低频层次的，这还搁咧流浪的，这鬼无入去风都啦，就是偷走的啦，是意外无去的啦。遐你拢躲伊袂掉，即阵啊，伊就是咧，拢是咧躲这啦，拢是咧躲讲，伊无爱照规矩行，啊无爱照规矩行。就敢那逃兵同款，啊，有的人是放伊出来过七月，
吼、哦、啊，互因呢，吼、哦，有法度安尼去听经闻法，听听伊嘛无愿意，无愿意归位位，即个所谓神圣，即着爱去处理啦。吼、哦，所以讲天道界中新界内底，伊有来属于轮回，而即所谓即经济走出来伫外口，吼、哦，嘛是着爱安怎，嘛着爱搁搞，爱搁搞。奉劝和归位，归位了后，就是爱讲道理予伊听。伊毋才知影讲，轮回是必然的代志。你若做好，就会走富贵人的厝；你若做无好，有可能你后世人你就做众生，甲做乞食。那是咱家己的命的本命原神，家己本身无做好所带来的因果啦。来，时间已经到吼，啊，今日就讲到这，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